近年好多朋友咧影相或者拍片嘅時候都會用到 bad mist 嘅 filter， 咁但係同時間咧都係會有呢個 white mist 嘅 filter 嘅。咁究竟黑同白有咩分別呢？喺我手頭上呢度咧就有一抽嘅 filter， 哇！真係化到一個點，因為咧全部都係柔焦鏡嚟嘅。分別就是黑同白咧，都會喺曬呢度嘅，咁就有不同的深淺度啦，由最淺的1/8去到最勁的1/2都有嘅。咁而家咧，我哋就先看下呢幾塊 filter 啦，影出嚟嘅效果有咩分別啦。好多嘅 filter 咧都係會用磁石嘅設計啦，咁呢一隻 HMY 嘅咧都唔例外啦。上面而家我呢一支85嘅 DS 咧都係裝咗一個磁力嘅 adapter 嘅，咁我呢一塊嘅 bad mist filter 咧而家一吸落去就搞掂啦。咁若然你用下咧想吸翻個鏡頭蓋嘅話咧，佢都有一隻專用嘅磁力蓋嘅，搞掂。頭先我用緊嗰個機肺 filter 咧就係82mm 啦，咁而家呢一支鏡頭咧就係77mm 嘅。如果你都想用翻嗰一隻 filter 嘅話咧，咁你又可以用翻 Revoling， 咁就加咗落去之後咧，跟住上面再可以加翻磁力嘅嗰個轉接環，咁又可以直接咧吸翻呢塊82mm 嘅 filter 落去啦。睇完啲相咧，就可以講下黑白柔焦嘅分別啦。白柔焦鏡咧會令到成個畫面都有好大程度嘅柔化，尤其是高光位咧會霧化得好緊要嘅。黑柔焦鏡就冇令到成個畫面霧化得咁緊要嘅，相對之下畫面嘅細節都會多少少，但喺高光位咧又會有一種好有電影感嘅霧化嘅。拍完日頭啊，有 bad mist 或者 white mist 嘅 filter， 當然要拍埋個夜景，睇下個效果係點啦。嗱，一睇呢塊嘢就知道呢度拍過嘢，呢度拍嘢聖地嚟噶嘛。如果我想搣走嗰塊嘢，入咗鏡嚟噶，想搣咗佢。係啊，要走嗰度啊。係啊，係啊，再後。近我先，都係望呢啲位置。面向嗰邊啊，係好啲，係咯，咁啊，放低手，跟住然之後擺上，擺喺咩啊？擺翻即係隻手搭落去嗰個玻璃度，係啦，好，擺低先係啦。
预备，三二一，摆。周围望下啲灯饰啊，好似好靓咁样样啊，嗰种啦，冬日 feel。OK， 好，预备，三二一。落去之前，我哋试一样嘢先，试下企呢度得唔得？啊，呢度嗰条系咯，呢个位喺呢度，然后要感受下只灯咁。你要玩啲最老土嗰啲嘢，哇！个心嚟一嚟。遠我一步，系啦，好試下先啊！而家影一張好老土嘅嘢咯，就係、是要個人又食到光啦，後面咧因為出面落緊雨啦，跟住就用隻閃光燈鏟起曬雨咁樣，再加埋支85DS， 睇下係點先。好。啊，其实我觉得可以喎，好老土喎、啊，呢、這个真系，唔够劲，可以再劲啲。靓咯，我都唔老土，点会老土？系要玩下啲老土嘢嘅，落晒雨咁而家，影咩啫？周围都去唔到，望上去睇，再出啲一啲，个人靓过啲一啲。OK， 好。就係原來就係嗰下。冇錯啦，夠老土。要呢個 mood 啊，係啦，80年代，啱啦。哇，正，系啦，就系呢啲。究竟我条片会唔会因为版权问题出唔到呢？非常好，喺呢个咁有气氛嘅环境入边，我哋将嗰个感觉完全做到出嚟。我哋呢啲咧就占住个非常之现代音乐嘅，系啦。跟住咧就一cut翻去我哋讲嘢嘅时候咧，就会系。中日 crossover 都话正啊！啲相啊，哇！日本啊个背景就中国风咁样。好啦，我哋走啦。大頭啲嘅。而家數碼年代咧，即係好多鏡頭都非常之 sharp 啦。有朋友咧就中意追求翻一啲咧唔係太 sharp 嘅，有少少感覺 feel 嘅一啲畫面。咁所以咧呢一類咁樣嘅 filter 咧，就喺呢一兩年間咧又興起翻啦。咁尤其是 back mist 嘅 filter 咧，大家如果頭先睇過。佢嘅效果嘅話咧，可能都會覺得幾過癮嘅。咁所以咧，大家就可以再睇翻呢一類型咁嘅 filter 咧，究竟啱唔啱自己使啦。好靚。唔好講呢啲，好老土你話。好老土，好老土。
我唔覺得老土啊，但係我覺得真係 OK 嘅。大家支持咗我條 channel 咁耐啊，都冇乜嘢送過俾大家。但係今次就非常之好彩啦，就係因為呢條片咧就由 H and Y 贊助，同埋適逢就嚟聖誕節咧，咁我哋就有一個聖誕 giveaway， 咁就係由 H and Y 送出三 set 四分一黑油蕉、白油蕉、磁石 filter 加一個 Velcro ring 嘅 set。點樣可以得到呢？就是由今日開始去到12月23號夜晚12點之前，各位觀眾就可以在下面留言講出，如果你得到這一 set filter 的話，你有些怎樣的創意的用法。我們就會選出最有創意的三位觀眾，每人送出一套的 filter。詳情就可以看下面的 description box。 另外得獎的詳情我們就會在 IG、 Facebook 和 YouTube 的公告上面公布的。各位觀眾記得密切留意，預祝大家聖誕快樂先。